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那个拍 MV 的计划吗？就是我们打算把11首歌都拍成 MV，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拍到第8支了。本来以为我们应该办不到吧，可是眼看就快要全部完成。然后其实拍 MV 的时候发生很多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，然后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都会不定期的把那些新的 MV 丢出来给大家看，还有一些白痴的照片，所以请你们一定要按时收看。你要补充吗？好看。完了，我怎么变成这种角色？我应该是獒犬那种角色才对。獒犬是谁？棒棒糖男孩里面元帅平。好，算了。好，我讲完了。心里的魔鬼。Thank you.